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动物森友会，我是魏维。今天一开始要分享我刚做出来的太空舱，这个是猫头鹰妹妹给我的方程式，超酷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题。你有听过你的村民唱歌吗？他们都唱同一种曲调，然后不知道是什么歌。然后我来秀一下我的金色弹弓。其实你也可以让他们唱你指定的歌曲，方法是拿出任何一种可以播放音乐的机器，然后摆在村民旁边，村民就会跟着唱了。比方说我拿出我的唱盘，然后选一首歌，我选的是大家集合啦这一首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村民都会跟着一起唱，很酷吧。然后我的毛海儿还会吹萨克斯风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还做更多更多跟动物森友会相关的影片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